是美女，你就2000多预算，你要啥手机呀？给我安排个便宜点的13呗。现在这个苹果都降价不值钱了，你这个预算上一个14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样，那我还是帮我安排个14吧。没问题，你这边有什么其他要求吗？128就够用了。好好好，没问题，那我先去给你找一下，找到了我再视频给你啊。美女你好，你要的新款配色14我给你找到了，你看一下，给你挑了几台橙色电池都不错的，你看一下喜欢哪一个，这个蓝色的也是，还有那个紫色的、黑色的都是。橙色电池好点就行，要那个新配色的。紫色的可以啊，紫色很适合美女哎。给您看一下，这台的话橙色是很亮的啊，这台是98新的一个橙色，电池是100的一个电池，给您看一下里边100%的一个电池，不错吧？那多少米？因为这款的话咱们是成品拿的，所以说价格非常有优势。咱们来货是2650，你给我加一个149的 port 费好不好？好米好米，谢谢婉婉。不客气，既然是给美女的话，那配件给你准备的多多的，像这个壳呀、膜呀、快充啊，还有这个 S9 小手表，还有蓝牙小耳机都给你，只有给美女才有，别人都是没有的，一起给你顺丰发走了哈。那我现在先去忙了，拜拜。